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解战袍，这第二季了，你们还没改这毛病呢哈，改不了，非得到现场来接下茬的是吧？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我们都第二季了啊，哪儿说理去？一季是52期，52期都说完了，这是第二季了。有人问我，这说了一季了，好多坑都没填上呢。啊，我说你是没认真听讲啊。这个得敲黑板告诉你们一声，坑王驾到，驾到谁告诉你是填坑啊？为什么要驾到？那就是挖坑来的。当然了，适当的有些坑也可以填，啊，这个东西是两说着，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啊，我说了算。整个第一季啊，其实说了不少了，有降妖捉怪的啊，也有这个像《卿卿我》这样的民国爱情文学小说，也真有人给我发私信，哎呀，都听哭了呀，想听个书，听个单口相声，最后听的这个虐心呐，这就对了。为什么就对了呢？这就跟吃饭一样，酸的苦的辣的咸的什么味道都得有，你要说这桌子八个菜都是甜的，这吃完就胰岛素都干活了啊，全得是糖尿病。那你说都太辣，那有人就吃不了，就互相颠沛着来，换一换口味。那么说到今天了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在上一季的时候呢，我最后还说了几天水浒，有人有印象吗？就没法跟你们玩，什么都记着，还让人活不让活了？就得找那个没有脑子的才好呢啊！365天，天天说同一段，反他也记不住呗，是吧？就怕这，你们这记性是实在是忒好了啊！那么，《水浒》后来我想了又想，要信着说呀，说个10年8年也说不完。那为什么要说那几天呢？就是让您各位尝一尝，啊，四大名著啊，《西游记》我说了一天是吧？嗯，三国呢？三国我还没说，其实我三国也挺瓷实，但那个呢，我舍不得掐开说，说拿出一段的说，我还舍不得，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踏腾腾腾说两天啊。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不能说书，都能说。有人说不对呀，《红楼梦》您记住了，不是不能说，要想说的话，那找张报纸我也能说。但按规矩来说，《红楼梦》说不了书，不是卖钱的玩意儿。啊，你有的书是看的，有的书是听的，那就属于是看的。那你要愣说，那谁拦得住你啊？你找一本电工的基础知识，我也能说书。怎样炒青菜，我也能说书，但它不是书。您记住了，四大名著只有3本能够得上评书评话。说了几天水浒，您换换耳音。那么今天咱们又开书了，今儿这书太好了，哎呀，我都舍不得说，咱们换一别的吧，好吧？啊，行，就换的今儿这书，嗯。说一什么故事呢？说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哎，有人说了，哎呀，说书。有大叔，有小叔，有二叔，有三叔啊。为什么有选择性？因为每一个说书的不一样，就跟厨子是一样的，有的就是弄凉菜弄得好，有的就是炖菜炖得好，有的做点心好，这个没办法，麻木良姜各有所长。这几个字呢，您听说相声老说，一到台上，咱们麻木良姜各有所长，也没有人给你们解释过什么叫麻木良姜各有所长。有人知道这四个字吗？没有。有机会一定给你们讲一讲。麻可以织衣服，
木头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麻木良姜各有所长，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长处，这几个字是这么一个讲法。说书先生也是如此，有那个大马金刀啊，一说两军阵前三万人马，堂堂堂一打仗，一万回合大战三十余年，这都有啊。啊，有的就说兼轻人命啊，什么卿卿我我，搞对象交朋友，有的呢妖魔鬼怪不一样。这个呢其实也挺好，让观众选择性的听，因为没有一个说书的天下人都喜欢的，哪个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次呢也力争在不一样的口味里边把不一样的书目都展示一下。比如今天咱们要说这个故事，这个主人公其实一说出来你们都知道啊，是一个大清官。在中国历史上清官可是不少，但唯独这位有特点，一说他都得尊称包公。舞台上说书人的嘴里边为什么要出现包公，那是人民们渴望清官的出现。从古至今说包公的书很多啊，龙图公案、包龙图断一百件案，什么包龙图出巡、包公奇案、大武艺、小武艺、三侠五义啊，所有这些个，还有一个小老包，小老包是包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小老包就有关包公的书其实很多，但是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这跟说书先生自己的特点有关系啊。那么说咱们这书叫什么名字呢？包公来了。听啊，听完了回去上网搜去啊。最大的乐趣就是跟观众斗智斗勇。为什么呢？你想人家花了钱来的，当然你们现场的是没花钱啊。如果我也看网上辟谣了，说到现场了得交8000啊。啊，这个为什么说演员跟观众之间是斗智斗勇？人家花钱了，你必须让他觉得花钱值。这点很重要，这是演员的艺德呀。说书说相声唱戏唱大鼓，这我们这行您记住了啊，服务行业。我们跟饭馆的那一样。啊，第一菜品得全，第二得好吃，第三这态度还得好，啊，观众花完钱了，5毛钱买张票听你说出，出门之后后悔3年，想起来就哭，想起来就哭，就别干了就，啊，那怎么能让人觉得值呢？您记住了，东西得好。水浒俗不俗？俗。西游记俗不俗？俗。包公案也都知道，好，你听我这个跟他们不一样，这就是每个艺人独特的地方。唱戏也是如此，哎呀，都唱玉堂春，人家这玉堂春不一样，这就是艺人的追求问题。一说这包公大伙儿都知道啊，舞台形象也是大黑脸，两道白眉子，勾一月牙儿。虽然说各个剧种的唱法不一样，但是脸谱是大同小异，你包括你查之前清宫存的那些个京剧脸谱，其实包公的形象大概也这样，只不过有的月牙冲上的、冲下的、冲左的、冲右的，有大有小，有的里边呢还填个红色的一个糖，就是外边是个白月牙，里边是一个红的圈儿，啊，这叫日月并行，这是最老的了。后来京剧不这么干，但是地方戏这个老包当劲还是一个红的红点，代表了太阳。那为什么太阳呢？说这个人呢，白天也审案，晚天也审，到了晚上审的是阴曹地府啊，日断阳，夜断阴嘛，这是民间传说。那么说包公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上过学的都知道，各位都上过学吧？没有。请坐好，请坐好啊，请坐好。哎呀，要是找这么一屋子都没上过学的呀，也不容易啊。北宋，宋朝那皇上头一个叫赵匡胤，这一说你们就都知道了哈。赵匡胤呢是哪儿的人呢？河北涿州。哎，你瞧这玩意儿，这么些人说赵匡胤，没人想到他涿州人。生在哪儿呢？河南洛阳，出生地儿叫贾马营。当年有句话，谁道天下无真主，一胎生下二龙来。他妈生了俩小子，
大的就是这赵匡胤，啊，二的是赵匡义，这俩后来都当皇上了，所以说是一胎二龙。当然你要真去查历史的话，赵匡胤其实排行第二，前面有一哥哥。在民间野史跟正史自古以来它是不一样的，孤妄言之，孤妄听之。赵匡胤京剧舞台上，赵匡胤大红脸啊，为什么大红脸？可能是喝了酒了吧，是怎么着，酒驾之后可能拍的照片。但在戏曲里边啊，红脸说明这个人忠义，而且在这勾了一个龙眉，说以后是当皇上，挺厉害。最早的时候他在后周是跟着柴荣啊，后周那皇上叫柴荣，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到后来陈桥兵变他当皇上了。陈桥兵变也都知道哈，不用我多解释了，就是这个河南有个地儿叫封丘，封丘这个往东南去有一个镇子叫陈桥镇，年下的这个赵匡胤带着兵啊打辽邦，走到陈桥这儿了，正好是大年初三，正月初三头天晚上喝点酒，早晨一睁眼跟前这几位，连他兄弟赵匡胤，不错的大臣赵普，把黄色的袍子披他身上了，说是上天之命，黄袍加身，您就别客气了，你就是皇上了。这咱们一听就是他们几人设计的，对吧？这就如同一个说相声的后台，这主跟那儿眯瞪一会儿，一睁眼大褂披身上了，大伙儿恭喜你今天传底了啊，是不是啊？他要是那个抵那个命呢，出去一样，他不灵的话出去得死台上啊。那不是赵匡胤明白，那有什么不明白啊？出来的时候朝中柴荣已经死了，小皇上才六岁，天下就是他的呀，宅得客气客气。哎呀，你看你们怎么这老天爷就把这黄袍就给我穿上了呢，是吧？这很合适吗？啊，怎么会这么合适啊？啊，咱们得好好的，如何如何，一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赶等再回来，人家登基坐殿啊，国号宋，到后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他太祖吗？当然了，他这玩意儿也很难说，民间传说呀，和这跟这有区别。当初赵匡胤成事的时候啊，是哥五个一块儿，不是亲兄弟，结义兄弟，大爷就是柴荣，柴荣柴金贵啊，也是做小买卖的。这个赵匡胤行二，老三郑子明，老四张光远，老五苗广义啊，这个苗广义算卦的。这柴荣跟这赵匡胤呢，也卖雨伞呢，也卖油，反正就这么五个小商贩凑到一块了，老觉着推车卖东西啊不挣钱，咱们来票大的吧，商量好了，咱们造反吧。360行里边啊，这个只有造反这个行业啊，确实是利润也高啊，但是呢危险系数也大，要成了那就真成了，要不成了那就彻底不成了啊。哥五说，那咱们来吧，咱们几个人好好的造反，当个正事干，而且咱们这样啊，是要成了之后啊倒班当皇上，大爷你先当皇上，你当完了你传给老二，老二往下这么传，一辈儿一辈儿传，当时这么设计的。所以大爷柴荣当了皇上，柴荣死了呢就给了这个赵匡胤了。赵匡胤当了皇上之后想法就不一样了，这太好了呀，就当皇上他跟那会儿什么卖油啊卖雨伞呢、啊、他那个意思生活状态不一样了，当然还得起那么早啊，啊，你卖油去为了早上上货去嘛，是吧？当皇上更得早啊，早晨4-5点钟好，3点就起来了，怎么呢？兴奋的睡不着啊，开心呢啊，坐在这儿金銮殿上，这文武群臣这边跪着那边跪着的，他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太开心了。一琢磨有一天我要是不当皇上得往下传，传给我三弟郑子明，舍不得。人就是这样啊，人的野心是随着位置的变化不断调整啊，它不一样啊。你别看说他现在呀，我家里边穷得跟什么似的，我有100块钱啊，我就能买个羊肉串吃，如何如何，突然间出去了，夸捡一饭盒，一饭盒钻石，
现在想的跟之前想的就不会一样，人的野心这个膨胀是拦不住的。所以说锦衣玉食，哗动雕梁，舍不得了。哎呀，这个要是传给了我三弟，那浪费了啊！而且我家里有儿子呀，这以后怎么办呢？人就是这样，逢这个时候谁给个节骨眼儿，马上就顺杆爬啊！这才有了带酒斩三弟，酒醉桃花宫。桃花宫啊，是他一个爱妃，叫韩梅啊，也叫韩素美，打湖北来的一大美人。哼，皇上看着爱，哎呀，封你桃花宫，再来一个封菊花宫啊，反正茉莉宫、牡丹宫啊，各种宫呗。这是哪儿来的这美女呢？打湖北来叫韩龙的。韩龙说我妹子长得好看，献给皇上吧。哎呀，封在桃花宫，爱的都不行了。在桃花宫里边这儿喝酒，三喝五喝，喝多了甭管真真假假啊，娘的事儿一说，那什么郑思明啊背地里净骂贤妻，说你那脸啊特别的红，跟那个似的，也不知跟哪个似的。三说五说急了，哎，来给他推出去杀了吧。真真假假吗？杀了。杀了之后酒醒了，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啊，哥五个好的不能再好了，大哥死了，现在是我死了之后老三当皇上，他怎么能死了呢？这不像话呀。来来来，把苗广义叫来吧。苗广义是磕头的老兄弟，护国的军师，能算卦。来了，您这个护国军师你不拦着我呀啊，给他赶走，赶走一个。把老四张光远叫来，你说我杀的对不对？张光远心说，说什么都不行啊，对也不成，不对也不成。蔫不出溜的打宫里出去走了，逼走张光远，等于这一下前前后后道全清开了，就剩自己了。但人家这个郑子明家里边有媳妇厉害，叫陶三春，带着兵反朝，把皇城围了。那么说陶三春多着能耐，反正一个人盯好几个赵匡胤，不干，你凭什么啊把我丈夫给杀了？你们哥几个说好的如何如何，最后没办法了。赵匡胤这才封人家，封人家在养老宫，明明是嫂子封你在养老宫，你跟我妈一个待遇，你们家怎么说怎么行，把这事儿平息了。最后还不干，在城楼上边把自己这龙袍解下来扔下去，陶三春拿刀把龙袍剁了，代表把皇上杀了。封建社会这就算不错了，就跟包公打龙袍似的，皇上犯这么大错，得了，龙袍脱下来吧，拿棍梆梆梆打一顿，就算打了本人了。这叫封建社会，现在不行。郭德纲犯了什么错了？警察来了，把我大褂拿走了。那拿走我也得追你去。我下一场穿什么呀？是吧？封建社会啊，这就算一个解决的方法。哎，所以说，把这道都铺开了，自己踏踏实实的做皇上。但这个玩天道循环呢、啊，赵匡胤也没得好下场。怎么呢？他家里有兄弟啊，就是陈桥兵变往身上给赔黄袍那哥们儿啊，赵匡义，后来改名叫赵光义。有一天听说哥哥不舒服，我说瞧瞧去吧，到皇宫看看去，把门都给我关上。太监全轰出去了，在外边就瞧这宫里边桌子上摆那蜡烛那影子来回的晃，听了几声斧子的声音，一会儿一开门哭着出来，我哥哥死了。那么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列位，到今天在中国历史上这件事情没有最后一个定论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烛影斧声。赵匡胤就这么死的，54岁，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害死的是病死的。但是历史好多人都说地窜凶位，把人都轰出去了，给他哥来三斧子弄死了，所以是一个千古之谜。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算是死了啊，大红脑袋也完了啊，专官再罚送吧。兄弟当皇上啊，就是太宗，改了名赵光义，坐了金殿上开心呐，都是我的了，我哥也没了，而且我哥哥之前把这些道都给清干净了，这回我踏踏实实的做我的皇帝。没想到赵匡胤有儿子，
啊，就这死鬼皇上大儿子来了，上金殿找他二叔，叔啊，你这是干叔母呀啊！他们家涿州人，带点保定味儿啊，俩人矫情呗。三说五说的，这大少爷这脾气真足啊，拿脑袋就找金殿那龙柱，嘡一下子，这裂一大口子，脑浆子全流出来了。打那儿起，赵匡胤再也不喝豆腐脑，啊，死尸倒地。赵匡胤俩儿子，这是那大的死了，二的还怀抱呢，啊，谁抱着呢？他的母亲，也就是说赵匡胤的媳妇儿贺氏，啊，有一出京剧叫《贺后骂殿》，说的就是这位娘娘，抱着二的来了，啊，上金殿。老二啊，你不是人呐，挨千刀的呀，天打五雷轰啊，反正就类似这意思吧。当当当当当当当，该说的说了，文武群臣没人敢听。皇上家闹家务事儿，啊，皇上自个儿跟人坐着啊，嫂子搬把椅子坐在那儿抱着孩子，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闹，好家伙，嫂子这通说呀，三百年五百载的事儿全想起来了，当当当当当一说，到最后。太宗皇帝没办法了，行了，嫂子差不多了啊，那什么，这样吧，我哥没了就没了吧，不管怎么说你孩子也小啊，我本来说上金殿当皇上，等我那大侄子来，我说让给他了，我还没等客气客气他撞死了，那这二的还怀抱呢，是不是，你等他长大了再说好不好，你这样吧，我呀，我封他好不好，他是个王爷，我封他保国王护国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殿前王，殿左王，殿右王，殿后王，我封他八大贤王。你别看这孩子怀抱还不到一岁了，一个王爷吃八个王爷的俸禄，一个王爷比如一个月拿一万块钱，这孩子拿八万块钱好不好啊，我封他八大贤王啊。嫂子说，你是，我是万岁，凭什么我儿子比你少活两千岁，嫂子，你就有点矫情了啊！那这样吧，我再封他一个挖面金锏，金锏都见过吧？一个武器啊，这么长左右，挖面带棱的挖面金锏啊，上面呢有钉子、有眼儿、有棱啊。说这个上打昏君，下打残臣，有这个文武群臣，谁见谁害怕，拿这补这两千岁，干不干？嫂子一琢磨，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吧，这才点头答应。怀抱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不管三侠五义也好啊，还是杨家将、胡家将，老出现那八贤王赵德芳，这就是那八贤王。怎么来的八王爷是这么封出来的？八王爷，一个王吃八个王的俸禄。为什么他有时候上金殿这么横啊？江山是人家家里的，所以说他硬气。江山就算是稳定下来，太宗往下传是真宗。真宗呢有点不顺，为什么不顺呢？正宫皇后没了啊，而且呢无后，你过去玩奇怪在这儿了哈，你说这主啊家里种了三十亩地，老两口子过日子穷得叮当乱响，一看呢家里边十五个孩子啊，你瞧这皇上好了不得，天下都是他的，趁一万个媳妇儿，家里连个小鸡儿都没有，养一猫还跑了，你看这玩意儿，真宗皇帝挺别扭，你说哎呦，到现在万里江山是我的，但是呢法司无后，这可怎么弄呢？这天在金殿上跟文武群臣聊这事儿，正说着呢，打这边出了一官，谁呢？这官是西台御史，代管钦天监。钦天监就是当年负责什么天气预报了呀，看个星象了，就跟这有关，这官叫钦天监。这谁呀、啊、叫文彦博，听过八扇屏都知道吧，大宋朝文彦博有人道有浮求之志，哎，文彦博出班奏道，说陛下，臣夜观天象，天狗星犯地雀，恐与楚军不利。天狗星，天上有一星叫天狗星，到了晚上，你们各位谁好天文的啊，面向东南方向抬头看，有一星星在那儿张着嘴说哇哇哇，你留神地下那狗别咬腿啊。说有一星星叫天狗星，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啊，
我也不知具体哪颗是。天狗星犯地阙，什么叫犯地阙？那星星那位置不好，正好照着皇上这儿，啊，算来算去，按公式一推算，最后知道了，与储君不利。储君是太子，没有太子，那是有他在这儿不会有太子，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说您啊，赶紧要焚表祭天。过去人信这个，皇上赶紧写：“亲爱的天狗星，你好，啊，我是老赵啊，听说你在上面老照着我，晃得我睁不开眼，而且对我儿子不利，希望你好好的别闹，咱们玩的都不错，亲慈。”哎，我这翻译了一下啊，翻译了一下啊，因为按他的原文来说，这还磕碜啊，烧了。烧完干嘛呢？就告诉天狗星，告诉天上星星们说：“你们好好别闹。”是这个意思。嗯，这都忙活完了，来俩娘娘。有人说娘娘死了，你死那正宫啊，皇上好家伙，您想还能就剩一个娘娘吗？是吧？后些个了，民间传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108个媳妇，还有72命妇啊，那太多了。所以皇上他这真是得有个好身体，真的啊。要不吵架，你这一劝架就能累得半死啊！金华宫有一娘娘刘妃，玉宸宫有一娘娘李妃，两位娘娘来找皇上来了。为什么呀？8月15，啊，说这个跟您一块赏个月，皇上高兴啊，好啊，那来吧，摆驾御花园。御花园里边啊，摆着桌子椅子，挑几个心爱的大臣陪着。这桌子两边，哎，这边刘妃，这边李妃，桌子上月饼啊、瓜果梨桃啊、拍黄瓜呀、啊、什么这些卤煮啊，反正该吃的该弄的准备齐了呗。皇上高兴啊，拿起瓶啤酒来，来列位啊。随寡人共整一瓶啊，我没见过皇上怎么喝酒，反正喝呗，连吃带喝，特别的开心啊。皇上也是越喝越高兴，再一瞧刘李二妃都有孕了，哎，俩大肚子，皇上高兴，你喝啊，这哎，嗯，都是我的啊，挺好。这一高兴呢，拿出两样东西来，皇上随身带着啊，系了一绦，绦就是那绳子啊，系一绦子，哎，就跟裤腰带似的，边上甩的流苏，皇上这黄色的绦上呢挂着俩珠子，先王所赐，老皇上活时给他的这俩珠子，得有这么大个啊。这珠子值钱在哪儿呢？它里边呢有九曲的通窍，摘下来了，一人赏一个啊，拿着吧，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朕从未离身，今天两位我痛快了啊，都有孩子了，高兴啊，希望你们早生龙子，来，一人给一个吧。哎，传话下去，叫人把这个刻上名字。为什么刻上名字啊？这在日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表记。旁边48处都总管大太监陈琳就把他接过来端下去了。陈琳这个人呢，值得说几句。好多人说都说不清楚，其实陈琳呢，最早是跟着杨家将的一个武将。杨家将里边郎前郎晚陈林柴干，这里边那陈林小伙子长得精神又帅，文韬武略，佘太君最爱这孩子，这孩子长得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啊，多可爱呀、啊、娶媳妇了吗？还没呢。好，我俩闺女8姐9妹，杨八姐杨九妹，你挑一个吧。说完挑一个，晚上回去陈林为难了，我娶8姐9妹别扭，我娶9妹8姐怎么办啊？我不能辜负两位啊！一狠心，给自己做了一小手术。啊，这名词叫自宫。啊，这个因为太复杂，我就不太这儿跟你念叨了啊。嗯，反正我印象中，中国这有关太监的这个书啊，其实也很多，啊，但是有的书也挺惨的，但有的书也挺好玩。我的印象特别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印象特别深，就是
家里边想方设法翻人脱壳送他要进宫当太监，就指着他挣钱了啊，全家人就指着你孩子你忍着点吧啊，夸一刀下去惨叫一声昏死过去，三天才醒过来，手术成功，但此时已经辛亥革命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太监啊，手术成功，事业毁了。陈琳这手术过程咱们就不提了啊，反正嘁哩喀嚓啊，自宫进宫做了太监。老太后就说，哎呦，这倒霉孩子，你这怎么这么狠心呢啊，怎么对待自己这样呢，留下了一桩公案。所以杨八姐杨九妹您听遍了杨家将，到最后没结婚，为什么，就是因为陈琳。人家为了我们姐俩，人家都来了一刀，咱们俩再嫁人显得咱不举起。哎，所以说听书听的是这个小节骨眼，得给人说明白了为什么，那他一定是环套环有规矩的。那么陈琳进宫之后，真是那句话，老成练达，忠实可靠，上人见喜，现如今48处都总管大太监，整个宫里边太监他不是数一也数二的。接过两颗珠子来拿到下面，有能工巧匠给刻好了，玉宸宫李妃，金华宫刘妃，拿着上来给两位，这是您的这是您的，两位跪在那儿谢恩，皇上给的呀，高兴了带在身上。吃饭喝酒还有叫扣准的，都知道吧，扣老心提起笔了还写了啊，写了四句话，春风得意花前蕊，秋月阳辉桂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兴隆并雄雌。京剧打龙袍里边说的这句话，他都说一对兴隆并雌雄，这是错的，最后不应该落在中东折上啊，按折韵来说是雄雌。这儿写完了，皇上高兴，来再写一块，两块黄绫子写完了，一人又赐了一块，两位又赶紧谢恩啊，皇上越喝越开心。那个谁要是先产下一男孩来，立为东宫太子。这一天李娘娘肚子疼要生了，刘娘娘会做人，在皇上驾前讨圣旨，我要收生代劳。刘妃他们定计把金丝狸猫的皮给扒了，暗中就把这猫的尸体带来，鲜血淋漓，瞧不出是有什么来，尾巴一剁拿上来了啊，说生了生了，皇上您瞧瞧吧，可好看了啊，往上一递，说李妃产生妖孽。话分两头，没多长时间刘妃生一小子，这就是太子。但是这太子活到6岁的时候，在御花园打秋千摔死了。皇上坐在后宫哭，八王爷来了，这个怎么样啊，恢复的怎么样啊，皇上说你家里怎么样了，就我家里有一小子6岁，把那个叫来，皇上眼泪下来了，太像我了。这孩子封一东宫首缺殿下。更多相声音频下载请百度搜索捧逗网。